哇，想要替宝宝存期待险，这是资料你看见？存期待险不是要十几万？你哪会知？刚刚你有电话？你是维云有心的时阵，我有去了解过。你有告诉维云？既然你知影存期待险的重要，奶奶宝宝这个保险是一定要买。所以在你啊，你家己囡仔钱你家己出啦，我无意见。黄玉生，什么叫做我的囡仔？我的囡仔你敢不是爸爸？你想要做咩大细吧？跳到要了我受气啊！你无欢喜你就离开啊！若无以后我会讲啥，我家己拢唔知影。说出去啊！你一定是因为维云妈开始收这钱。所以你现在在欠钱，才会对我说话难听。这个文件，你签名就好了，紧。这是 Luxury Villa 地板跟灯饰的报价单，你只要签名哦，我就可以送去财务部请款了。哦，不是啊。那给你十万，这计数无唔对啊！我拢去对过，无问题，你会当签名啦。无啊，啊，进前就无遐尼啊悬啊。OK， 内底有厂商的请款单啦，我来看卖就知影。哎呦，唔免啦，我给你签名就好啊。你是起笑，我这卖，我若真正签落，就搁有沾到伫你的手头啊，未搁互你骗啊！你离开啦。我行动电源到底是空的啊！这个高维云哦，搞出来的今天搞这样精致，我拢找不着物件。高伟宇，我要找行动电源，四个拢找袂到，你敢会当要给我厝内底今年搁真真济啊？哎，我替你整理你的购物，我还叫你妈，你敢咪收超过？啊，阮检察官本地就是伫一片混乱内底抽丝剥茧，啊，你搞到今年搁真清气，等着打乱我的生活秩序。那呢，你就去洗衫机内底抽丝剥茧。啊，什么意思啊？你把你的行动电源放在你口的拉链里底，那是我无甲收起来哦。你今嘛就干那会当找到行动电源的残骸。啊，是讲，你检查我就是爱看尸体不来。拍死啦！我看你一遍，啊，你看你倒啊？在你书桌的第二个拖里底。哦。唔对嘞，啊！平常时我若是抓到你，你就骂我，是安怎？你今日讲话这么细声？我今嘛伫四天金控准备面试财务经理。四天金控，郭先生，王丽。哎，娃娃。我跟你讲啊，原来你顶一份头路是伫个盛发集团做财务部所长。盛发集团是真好的企业，我是安怎你会离职？因为厝内底有一挂代志，才离职。就算厝内有代志，嘛应该办留职停薪，是安怎就爱离职？等于讲，盛发集团也是无法度体谅员工辛苦的企业，啊，若无就是伊内部有啥物代志无明讲。不是，主董事长为领导金牌，
顺发有伊的经营配置嘛真好，而且伊一定会给员工办留职停薪。我是因为个人不方便，才无办理留职停薪就离开啊。袂歹，真谨慎。啊，不过我较欣赏的是有话就直接讲的人啊。看你对顺发集团是对周董的本人有甚物想法，伊拢会用讲。啊，是真的还是假的啊？我家己的判断。高总裁想要知影啥物？周董的第一业界啊，名声真好啦。啊，不过亲像伊名声这么好啊，前一阵啊嘛是去有剪掉甲约谈啦。虽然讲即摆我们放出来，我所知影是剪掉嘛是甲伊定情案。我较好奇的是，剪掉去到顺发集团的时阵，他们讲啥？高总裁敢是因为甲查某仔嫁予安迪副总，才特别关心？那呢？其实迄时阵我已经离开顺发，我只会当为新闻报道知影这个代志。啊，不过我相信周董事长一定无可能做违法代志。我伫顺发做工课这么久，从来拢唔捌查到有问题的消息。原来是安尼。高总裁，我对账务处理一直拢足用心的，最近嘛摕到 CPA 会计师证照。高总裁当去看下看卖，我伫顺发做工课时阵有偌用心。将来我若是有机会替四天金控服务，我嘛一定会赶快拍拼，请高总裁给我有一个替四天金控服务的机会。哎呀，我会详细评估，有消息会来通知。多谢高总裁。总裁，艾伦接下来啊。对诶，珍妮副总叫我绑票时阵，我伫当时对因家有见过到诶，啊，不过迄时阵我完全毋知影，伊准备要嫁予安迪副总啊，即马。伊变成林美的靠山，阁想要做顺发的董事，伊到底是甚物款？替你存期待些啊！总有一天，爸爸一定会了解，因为只有我是真正为着咱一家伙仔咧付出。我即马所做一切，拢是为着咱的未来幸福咧设想。艾伦，你哪会来？我是副总夫人，来公司走走看看，了解顺发真正常啊。嗯，我淡薄喙干呢。啊，你遮有啥物通我啉的啊？副总夫人，我即马随去泡茶给你啉。
临你的。副总经理，来来来，礼花茶来啊，刘翔。副总夫人，这花茶敢无好啉？恁盛发招待人客的茶，拢这么歹哦？爱另外进过才会用的。是是是。对啦，安迪刚刚咧怀疑，我早就已经知影伊甲李东咧交往的代志。伊认为我是设计伊甲伊结婚。还有，伊刚问大家。也已经怀疑你是我的宝贝啊，你认为应该怎么做？你放心，不管是安迪副总还是当署长夫人哦，问我啥，我是一句话我拢袂承认的。美颜，你安尼讲就唔对啊！你唔是一句话拢袂承认，你是应该爱甲事实讲互人知才对啊！是是是是是，阿迪副总啊，你袂当因为你家己哦，你想要甲李冬雨做伙，迄看到乌鸦就开枪诶！我是从来拢无甲艾伦讲过你甲李冬雨的代志诶，而且迄天哦，你甲艾伦相处。这所有的代志哦，我拢看伫个眼内。我只会当讲哦，恁两个人真正是天公伯安排注定爱做伙的一对。哦，这真正有够浪漫呢！你绝对袂当怀疑哦，这艾伦的用心。当时挺好的。迄天哦，我带恁去教堂，我真正是要去互恁看这个环境的啦。我真正唔知影，才拄好去拄到李冬雨咧诱拐安迪副总啊！我刚才会当讲哦，这连国外的神明耶稣伊拢看袂落去啊！所以咧，就让咱大家做伙哦，把这未介绍的狐狸加李冬雨抓到。当时对狐狸，你就算唔相信我，你应该是袂怀疑艾伦才对啊！你这事实讲了真好。真清楚。副总夫人，自迄天了后，我就无看过安迪副总来公司上班啊。啊，恁两个婚礼办甲安怎啊？啊，阁有足侪细节伫咧讨论啊。啊对，这张报价单的金额想到遮尔啊悬啊？我拄啊看。这地板还有灯饰，那像你鬼啊！迄个灯饰哦，迄全部拢是国外进口的限量品，啊，前一阵仔哦，这建材拢短缺，迄所有的物件拢起价啊！原来是安尼哦，副总夫人，你放心啦，这所有的介绍拢是设计师看过，拢签名。而且，这个财务部拢全部知影，拢起价啊！对啊，之前听讲这财务部的组长熊熊失踪，我之前哦，捌甲伊见过一摆面，啊，伊倒来上班未？伊无倒来上班啊？你哪会熊熊问起伊啊？我刚刚去看到伊，你讲是真个假？你是去倒位看到伊啊？我只是影到伊啊。啊，不过怎么想想的，伊人嘛敢当唔是？啊，你是安怎这么紧张啊？无啦，就同事啊，我拢会关心一下，真正常啊。